家主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？哭闹。夫人他忙得团团转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啊？你的郎君啊，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有点腼腆。夫人没睡啊？夫君是要睡觉。但我也很真诚，多谢夫君。别客气。哪对夫妻说话这么客客套套的？谁会这样？那他呢？毕竟是个弱女子，看似很温柔，实际上雷厉风行。夫妻之间哪有没有秘密的呢？只要用对了柳年堂，贼手必定会现身。有什么靠山比得过淮阳王吗？你二人可有相互隐瞒之事啊？家主，我没有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棋局。夫君与我结发，无论何种处境，我都愿意相信。逢场作戏，公务罢了。又作孽呀！夫君，天都要亮了，还不熄灯歇息吗？也不急吧。